大家好，我跟同事出来吃顿饭，然后改善一下伙食。美丽的爷爷，爷爷的新发型超级好看。我们点了一份凉皮儿，他们家必点的，46块钱一份的凉皮儿。红油锅。啊，这个，好少呀。这个是素菜。小炒肉，羊肉串，我不吃羊肉。这个是赠了4份小菜，蜜汁酱香鸭，番茄炖牛腩，增高扬州清炖狮子头。还行，还行，爷爷吃的挺嗨的。两位新面孔来了，哎呀，蜜祖你行不行呀？干嘛呀？有那么不好意思吗？我们今天好热闹，这是我的芝芝梅梅，西红柿炖牛腩。这个爷，你吃的香一点。我这没有辣椒。这是蜜总，大妹子。蜜总跟大家打声招呼。来尝尝玩。这位小朋友。没有。设计师，东北的，这位就不用介绍了啊，北京当地的。我们的菜都炒齐了，准备开始吃饭。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。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，耶、yeah！ 我们就加个油。这凉皮拌一拌。还会拌。那个锅。看我们吃的多干净啊，这个也都吃完了，吃完了我们要买单了。